好，那我今天讲的内容跟大家那个平常熟悉讲会差比较多，因为我们大家主要会放在说，因为我们大概实习科医师比较多时间是在工厂跟担任他们的驻场医师，所以大概还蛮常会，其实实际上都会看到各式各样，包括员工还会说他是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能够工作上面的做调整，或者是他有一些诊断上需要给我们给一些建议。那我今天大概是主要是分享说我们在大家看的员工看，然后他们拿到这样的诊断书，回到公司之后，他们后面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可能会做什么样的安排。因为刚刚那个，然后刚刚我已经先把那个假答案讲出来了，就是大部分都不太想动的。但实际上怎么样做，要跟大家做分享这样。好，所以可不可以有人谈一谈？可以啊，只要你找到团队办公室都可以，但是就是他是找不到平台就可以示范这个。所以其实大家重点，他问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角色，假设你是团友的话，就当然都可以啊，就去找找看嘛。那如果是他就问他的老板就说不行啊，我们这个班你刚刚进来就是说好就是单位了，或者是长期毕业班，你这个工作就是这样子，不可能说你想要混算日常工作就可以。那如果你是问那个先生或太太的话，他可能会问你说，一般薪水是在说，你为什么这样问？你遇到什么困难这样？所以其实大家这个都是意思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在健康还有生活上面找平衡，在中间做一些挣扎。那有些时候都来到医疗院所，所以来到医师的时候，他有时候更明确要求你说，你是不是可以直接开诊断书帮我写说，那不宜夜班的工作。那我不知道大家会需要这样的要求，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我一开始是觉得压力还蛮大，会觉得好像应该尽量帮他忙，可是我们能给的建议好像会有限。好，所以说大家就是针对这个部分跟大家做分享。那可不可以开诊断书？在医疗法就是一定可以开了，他只要来，我们一定他要不要开诊断书，我们不得拒绝，只是要写什么是我们在写。所以可以开，但是要开什么内容呢？那其实关于开诊断书这个，还真的有一些让人过去有些研究来写说，一直遇到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扰的。那这里面有前面几年可以看到那个被要求写跟事实不相符的诊断啊，或者是他们家属苦苦哀求，为他目的也不懂，这些都是对医师来说是觉得困扰程度是比较高的。那如果是在针对因为睡眠导致的要求诊断里面，我自己比较常看到的是，要么就是他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他只有是说他睡不好，但他没有经过医疗的问题，那要求要做调整，那的确是会有一些困难。然后对要那个对刚相关的那个这就是提到说他有不同的要求的时候，他医生会愿意配合的程度大概是如何这样子。那我特别通讲的意思是说，大部分的时候会遇到会是诊断写什么，需要几天。那有些时候像刚刚提到，他可能会说故意轮班、故意做什么事情，他就有一些因果的一些要说明，那我们就会觉得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有时候不是那么有信心，大概怎么写完就会发生什么事这样。好，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如果就是这种其实一个来说，如果你是要讨论说他可不可以做某件事，或者他不能做某件事，我们就是这样工作事情很多。那因为你是写 business for work 这样，那我们大家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评估这件事情，当然还是要有一个诊断，你的诊断是什么？那这个诊断造成你的一些function load，或者是你的 disability 是什么？那接下来你确定这两件事情之后，我们就分三个项目，一个叫做 risk， 一个叫 capacity， 一个叫 tolerance。那 risk 的意思是说，这个疾病会不会是会不会导致你工作上面会造成他人或个人的健康的风险？举例来说，就是像之前您主任有一些是做那个公车，像说公车司机，那他如果有殴打，你可能会担心他白天的清洁度不够，他也许会有一些交通事故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风险的程度，也许你就会在诊断上面也许就会帮他做助眠，就是可能短时间需要先休息，那个接受治疗到改善，或者是说关节上面可以做时间的调整，是白班或者是工作时间稍短一点，或者长一点上下班时间。那第二个是 capacity， 主要是说他的工作能力有些限制，那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有帮忙的这样。那第三个是指 power 就是说他愿不愿意，他可能是同台的问题，可能是经济因素的考量，各种方式各种
原因呢，他不愿意做他目前从事的工作，那这个的话是会放在他的。对，只是要跟大家说，我们大家主要会在这个，只要他提到说看可不可以做某件事情，那当然就是落到我们这个工作事情我这个范畴里面。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讲说，如果大家开了诊断书之后，看大家再回到公司那边会是怎么样做的一个流程。那其实大小公司略有不同，这边提到的是，大家如果是南科那边来，大家都是大公司比较多，而大公司里面有特色就是他可能会请医师跟护理师在里面。在诊断书开了之后，后来我就拿这个诊断书，他们就是说要做工作调整。那你这个刚刚那个开头来说，假如他是说护理的面板，他就跟大家单位的主管讲说，哎，那个我这个事情医生说我怎么不能问，主管就有一种啊，我完全就是对你的人情况不太熟悉，对医疗也不太熟悉，所以他就会找他的一些口耳来帮忙，那可能会护理师或是找人事的单位。那他跟人事单位跟护理师他们因为知道医师会定期去工厂里面驻点，那我们他就会按照我们去的时间呢来跟我们谈，所以他们就会拿着那个诊断书呢来到我们服务的时间来跟我们做面谈。那就是跟我们就会跟他，就在那个时候问他说，你平常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症状，那那个医师给你的建议是如何，那他的具体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来跟他做一个建议这样。那我们给的建议显然就是建议吧，我们给的医疗建议，实际上能不能决定他的工作安排还是他的主管或是人事单位，所以最后是回到他们的单位来说，来复核说我们的建议是不是可行。好，所以理想上入的大概是这样子。那最后公司他们跟到底依据什么来同意要不要给这个工作调整的依据呢？其实就是会回到法规，公司就是照法规走。好，所以我接下来稍微提到，在我们目前整体上有要做工作调整的法规，大概有哪几个项目是有相关的。好，那第一个是讲雇主如果要调动劳工的时候，就是刚刚反过来情况，是如果我老板要调动劳工工作，其实也不是全部都可以调的。根据我们劳基法第十一条，它就是要有一个五原则，它必须要要劳资的协调，然后对工资跟其他条件，劳工条件没有不利的变更这点，然后是工作劳工是技术可行的，所以基本上即便是雇主要调劳工，也不能随便的调动。那什么情况之下？然后什么情况雇主一定得买单，他一定要让他能够做工作看病的健康，尤其是以这个夜班来说。但目前比较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妈妈是怀孕的情况，就是不能够晚上10点到这里早上6点的班，这个在医院应该很有感，因为这样的议题是相当的多。所以第一个就是妈妈是在法律上面是有保障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劳工他是因为只发生时间或职业单位职业病，他工作休息一段时间，那按照职业之后只知道劳工他雇主不能把他解雇，而且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回来，所以为了让他回来这个条件之下，雇主会比较愿意 create 或者是调整工作的内容让他解回来。那如果他的这个实在这个内容是跟睡眠有相关，那可能会影响到夜班或是有些没休息多的人，那我们的确比较多的时候是会让他们从常规上开始回来做适应的，那再看未来要不要调整这个夜班。好，所以这个前面的两项是雇主会比较最后会决定会做好，所以我们来做掉，那我比较愿意。剩下的事情就是法规里面有提到说，有什么状况你可以给医师评估啊，评估完之后看医师的建议怎么样，然后雇主再决定要不要做掉。对，举例来说，就是大家最后大家新兴的公司都会安排那个健康检查。那健康检查结果如果觉得没有办法适应那个工作，那那个看看医师的建议，变成他的场所这样。好，那另外一个是说，如果你是有心管需求啊，风险比较高，或者是工作量过去评估起来工作时间比较长，这种有可能会导致担心有过劳死的这些风险的，有可能会在公司上面做一些规划的安排。那另外就是像不管是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员工自己因为个人的一些健康因素提出了一些诊断，希望由雇主可以做一些工作调整，那也是会由医师来做协助评估跟建议这样子。谢谢。那另外呢，就是之前因为那个在班里面的那个夜班的人员被辞了，所以后来他们就颁布那个劳动主管机关颁布的叫职场夜间工作安全卫生指引，里面它就是针对夜班工作人员他的
可能的一些就是暴力事件的风险，还有一些长期的健康风险，也要求雇主要做一些安排。所以说，如果说这里面就把前面提到的，包括职业加持啊，一些代谢症候群，或者是长期觉得你如果继续轮夜班，可能会增加这些健康疾病的 risk 的，那医师评估都觉得有建议的话，可以建议雇主啊做一些工作上面的调整。那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代谢症候群啊、睡眠障碍这些。不过这些都是它都是参考的，做一个比较明确的整理，就是前面第一个跟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提到，一般来说雇主或者是主管比较愿意会合法的，就是法规上面线材比较严谨的，不管你是职业灾害导致导致的无法自理，或者是你是母性的话，那大家就是可以这个。那如果是第三个像职业价值的这个体格检查，你万一 OSA 然后低点不足，那这个部分就会回到公司内部的，就是医院的建议，然后发到公司里面的医务人员的建议，然后再看主管是不是参考，那就看这个水平够不够长。那后面大家就会解说这个评估的这个流程，大家会评估比较注意到哪些项目这样。好，所以我们在医师这个给予建议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常常是比大家理解更没有信息，因为他就是最好情况是哪里要诊断多少人来，那我们没有其他的建议那个检查，所以我们大家会需要什么样的咨询是，就是希望医疗院里边能够提供给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安排的。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参考这个。美国他们有一个 American Disability Act， 就是 ADA。那它这个 ADA 这个发展，它主要是为了做工作的调整。那这个主要是给雇主看的，其实。那它的目的是说，如果在这个 Act 主要是说，如果在美国，那你有确实你有生病，然后有 disability， 那雇主呢尽量要做到一个叫 reasonable 的 accommodation， 意思就是说，在他不违反他的。核心的生产运作，就是它成本不太高，花掉它成本的情况下，尽量做合理的工作安排的调整，来回应它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需求。那里面大概要描述到呢，这个是它有一个框说，那你当你是 request for 这个 medical certification 的时候呢，希望 medical certification 的这个会员呢可以给他的意见。那这里面第一个大项就是要决定说你说这个员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地区，那比如说他是。心情它是影响你来说，它是白天的偏向心情的，那会影响到它白天的操作，或者是说它是卡巴索类型，它会欧斯纳可能是卡巴索类型，它是有疏导的这些风险，那就是要描述在这边。所以它这边大家就要问说，你偏门是什么？那会影响它生活上什么样的方式？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那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工作是因为这个工作没办法做？比如说，他真的是像职业驾驶都是在这方面上面比较容易做好的议题，就是你如果是需要大工业服务的驾驶人员，他有白天的行车事故，他可能会增加大家的交通事故的风险，那你可能就要解锁他可能没有办法维持白天的专注时间大概多长这样。那最后一个是希望这个开立诊断书的这个医师能够方便忙说他是不是以读者知道他过去的经验上面知道会有一些比较有效的一些调整的方式，比如来说他从下午班叫成下午到晚夜班叫成小夜或者是白班都可以，或者是说他延后一个小时上班，或者是给他新的上班时间，或者他需要的是 nap 的时间比较 break， 这些大家都是听起来是比较就是很满足很高满，比较可能做一些调整。那最后就是上你的 take 跟你的签名证的这个证给你的建议这样。好，所以我们拿到这个证，然后去申请这个医师的新的评估之后，大家主要会分成三个结果，一个就是其实还好，但是他还是可以继续做；第二个就是说他是睡眠障碍，但是他做他目前工作应该不可以的，只是可能有些限制。那第三个就是你暂时的他的状况不太行，他可能需要暂时性或是永久性的调整。那暂时性的可能是暂时性的调整到别的工作或是暂时性的休养。好，那根据文献告诉我们，这个文献也是专家意见，他们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evidence。不过这个 review 的意见告诉我们说，通常啊，如果是 empowerment 这个 shift work 的话，会有这几个项目，这几个原因。
通常是比较说就是他有问题，或者是觉得很气愤，或者是觉得他继续门没把他的那个木的，或者是他的一个机会比较增加，他甚至有些会被 GI 的现象，那或者是他可能是已经开始有在接受一些催眠的，他能够帮助的也有些，这些都是可能他会描述到他没有办法进行涅槃的原因。那通常最后会如果用那个结果是用 synoptic 的话，通常是接受药物治疗，但是他仍然有这个 impairment 很明显，仍然会很明显影响他的工作。依然他可能半夜都还是开会的时候还在睡觉，因为吃的药物在比较还不行，他可能需要上班以后是休息一段时间。不过大部分的医生是最后的结果都是会写 supervised conditional restriction， 就是没有调动他的胆子，可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调整这样。好，那这听起来那种其实就是不太跟一般的雇主来说，可能不太到位，有哪些选项可以去做选择的，还有他们更好的空间。所以他有出了这个叫卷的一个组织，他主要就是跟提供一个就是他跟你一个 example 说，可能遇到这个情况可以这样做，但就是没有法律效力啊。也不是给一个强制的一个医疗的建议给大家做参考，而我这边大家解读了大概知道我跟谁在同样大家知道说大概是怎么样的做法。那这里面也有提到说要评估的项目跟前面大家类似，那主要需要就是你数据的 limitation 是什么，影响的工作表现是什么。那如果可以的话，他可以描述更清楚他 specific 是哪一个 drug 的 test 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如果做一天十二个小时的工作里面只有一个小时做这个，所以大家有可能会可以被有请来支援的。好，那这边的例子第一个是选了一个 PTSD 的，那因为他做一个 PTSD 之后，他有一个 CP 之后，当然因为他是一个 truck driver 的，所以他这个医生网里面的那个信息相当的简单，然后他说他最后面是把他的 night shift 换到 day shift。那另外一个这个 bus driver 他是 sleep apnea， 然后他可能症状比较轻微，所以他后来给他的一个调整是说他的班次的这个每一班工会就要开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然后他的工作中出车的时间是不一定要那么 unscheduled。 那另外的话就是他如果需要的话，可能在那个做 CPAP 或者是药物治疗期间可以有一个两周的一个 time off for 他的 treatment 之后再回来。然后另外那个的话是说他有一个 hypersomnia， 然后他目前还在做药物的治疗，那这就是这种有一定时间明确的一个医疗计划，那可以预期的改善。这个部分是比较什么，就是到一个弹性的一个工作调整的时间，比方说他可能说那我们不管不管就现在只换成一般两个月的时间做药物的调整，那等到觉得不够稳定的时候，我们再尝试换成一个跟大家一起做这样。所以那或者是他最后不行，那就在follow up的期间中在中层帮他再看有没有未来有其他的教程可以把他放到他本来就是一个长治版的工作形态，不过在困难原来的这个需要日月轮替的工作在里。那另外呢，就是刚提到的他可能是因为晚上睡不着，白天就是很容易打瞌睡，所以那就是希望可能会跟主管说这个员工其实需要一些 frequent 的一些 break， 他可能就可以让他有比较好的人来备场这样。好，那其实也会遇到说就是拒绝的，那这个拒绝的案子是这样，他说他有 CP 说的，说当然我会这个案例里面会讲到详细大概的情况嘛，不过他的需求是说他不要晚，那就是当晚或者是 weekend 的时候被扣这样。好，然后后来这个我公司就在同一话拒绝的原因是说，这个他们那个工作的人，因为他可能是社会工程师，举例来说，他可能就是24小时六天就这样，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允许任何一个人是这种状态，他们这是他们的核心的这个工作内容，所以如果不然扣的话，他们就是违反他们的，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活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先拒绝了。那就跟他说，如果未来如果有其他的项目，也是一些单位可以胜任的单位可以做调整，我们再做安排。我暂时目前就是先拒绝，意思就是说我会帮你找，那你如果你自己找，就是更好。好，
对，前面的话就是针对那个我们在可以找到的一些文献给我们的一些讯息。那接下来的话我会分享我们两个 case， 然后跟大家大概讲一下我自己遇到的状况。不过我在那个收集的讯息上面都比较少，所以大家如果觉得很有趣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啊，可以学习这样。这是第一个 case， 是一个35岁的陈先生，然后跟我讲这件事情是就是他的员工啊，他提供就是在他的流程提供的诊断就给他提供，主管就说这个他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收到护理师的钱，那护理师就先询问我的意见，然后他就是说他到诊所这边，他就说他有一个那个器质性妄想症候群并睡眠障碍，他在说明里面有说他容易焦虑不安，然后严重失眠，希望那个建议是安排以安排正常般的工作，然后必须完整治疗。但是这个第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是，他是2021年的12月20日要提供这个诊断书，但诊断书是前一年的11月20日开的，所以这样考他不是很好。那我们对这个诊断书对他的这个病情并不是非常的了解，这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国立附一间说我们可以谈，但是那个助理他们就跟主管的人决定先跟他收集一些意见，就像这边跟他谈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参与，所以3月30日他们国本间主管先跟他会谈，然后谈完之后预计2022年的1月6日跟我谈，结果1月6日那天就没有找到员工，员工就没有接，没有了，所以他从然后根据他们的回报，如果他从12月30日之后就很频繁的请假。所以就这个后面看起来就没有成功。然后我那个时候在工厂那边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没有来，所以我们还是会给一些书面上面的建议，就是希望这个讯息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员工那边会给到他这样。所以第一个就是希望他能够增加他医疗的康排，然后让他知道说，即便他有这些医疗这些一些症状，但是他的这些出行还是都会记录。那他如果有愿意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愿意跟他面谈。他面谈的目的其实应该是跟他说，只要现在会提出他的症状，大概是现在疾病的严重的一定程度啊，然后他是不是真的有需要这样子轮住啊一般的工作，那可以给他协助他治疗。但通常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安排的。那安排的是如果好的话，我们通常是比较积极出去。那个公司就可以给他下一个最快的建议给他做治疗的啊。不过这个员工其实他也是被这个插画的事情，对，就是这样。好，那第二个的话是他比较不是，第二个是25岁的陈小姐，那他其实也是主要是主妇的话，他身体状况的话是也好的嘛，也是希望能够。我加一百，我要说明一下这个公司，他公司比较特别，他们是常态都是夜班，他们派来的时候就说他就是固定夜班的，很特别。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因为我都白天去，所以我第一次跟他谈的就是跟他用打电话的方式，然后电话没关系，他主要就是一些 GI 的行程，他就说他常夜班的时候可能在12点到5点的时间就要上厕所，但也有提到他之前曾经有神经科的一些病情，他最近没有在就医，那希望跟我们谈这样。所以跟他电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个听这个需要的这些身体，当然还是希望是一般来说是固定一定会影响他的工作的形态，所以希望可以给他一些弹性的上厕所啊，或者休息的时间，然后最后大家老师约面谈来评估他就是治疗的情形，然后我给下一步的建议。然后后来这个有他有谈就是在做一阵子之后，他还是有去做治疗，然后主要是在我跟他在培训的时候有一点点慢的一个小小的奥特的，然后但是他说我们当时建议说这个产线的这个工作性质和休息时间跟主管没有统一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说明其实是这样，不过并没有办法具体说出他到底因为这些原因他工作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工程师的问题在哪边这样。所以后来就是我们的建议还是跟前期比较像，就是还是希望这个那一名同学能够
然后包括一个 flexible 的一个 work schedule 让他能够工作上比较弹性一点，然后因为他睡眠的部分有比较一些那个对他觉得他们可以给建议是我们大家就是提供给他的，所以后来这个虽然还是过，我在公司那边还是没有建议他做工作的环节的东西之后还是给一些环境的改善的建议为主。好，所以第二个案例还是北女儿，他后来好像也是离职，对，所以那最后面的话就是大概我稍微整理一下我目前想到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一个就是在法规上面，就是在其他的工商定价或者是国定的话是雇主会有比较高的意愿来做，剩下就是看机师在医疗上面的中午的力度有多强。那如果是以这个刚刚提到那个声音科的患者来说，他这个家里不安严重失眠的这个说明，可能我们还是要一些更多的信息可以来帮助我们做主管。第二就是他造成月班的期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他会有什么样的困难。那这个通常比较需要多一点时间，我觉得比较简单需要的事情是说他最近怎么我们医疗上面的需求，他药物使用情况目前是药物在调整，还是说他大概是每周或是每两个礼拜回诊，还是他最近每三个月定期的追踪，那或者是说这个门诊医师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建议或者调整，那希望就是在建议上面可以有一些明确的时间，因为比较少是会给一个永久性的工作调整，主要是影响他的工作权啊。如果比如来说，我们今天给一个他原本做到这些班，那他接到我们来也会遇到都会有问题。所以我们通常都是针对到他的诊断，然后症状，然后可能去的时间或是医疗上面的需求，然后用追踪的方式来就是做相应的调整的。好，那再来拉一拉的主要分享，这样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或回馈。